好，咱们用最快的速度搞定这间房。好，不是还有一间。OK，下一间房还要吸尘。那我来吸个尘吧。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吸尘器，然后我现在用了之后，我觉得吸尘是一件挺治愈的事情，是吗？就是把灰尘吸掉，就觉得好开心哦。亲爱的客栈。